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我觉得因为确实那个时间真的那个是过得很快，不是时间过得很快，就是神真的他的脚步非常的快。那我们记得刚刚两星期前嘛，刚刚我们有表决，就是要这个送这个叫什么表决，就是要我们的贷款的一些 term。那不到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多一点点时间，那他就已经这个是检察官就已经有批准了。然后又接下来一个礼拜呢，就是说在上个星期，上星期的初的时候，那个律师就通知我们，就说我们那个已经基本上手续办了，已经都办好了，就是材料基本上齐全了，那我们就可以 closing 了。那感谢主，就是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这边的一些担保人的材料呢，也在上星期基本上都送到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在这个对方银行和我们银行呢已经定好，在下星期五的上午十点，那我们就是要进行就是 closing， 我们要那个，非常感谢你，真的。那个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还有一些疑问，就是我们closing 以后，那我们转成正式贷款以后的就是我们的付款的这些条件是怎么样。那我回去以后呢，我会再去整理一个就是详细的一个数字出来，那我们就看我们应该是照我们前几个月的我们教会的这个奉献情况来讲啊，我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要保持那个数字，但是我会把一个具体数字再拿出来，然后到时候会报告给大家，好吧。感谢主持人，有一年多啊，我们贷款终于下来，就是恩典。哎，长城已经在吗？